欢迎收看胖妞作怪。今天胖妞呢要来拍 ASMR， 就是吃播。然后我等下说话竟然会小声一点，因为然后我这造型为什么会这么智障，是因为我刚刚试过很多方法，这个是我吃东西收音的效果是目前为止最好的，所以这样虽然真的很白痴，可是为了有很好的影片效果，所以我只好这样咯。那我们就赶快来介绍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哦。那我们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，这是胖妞超喜欢吃的不倒翁海鲜乌龙拉面，然后呢已经煮好了，在这里红彤彤的，然后里面呢有加一些料，杏鲍菇，还有水煮蛋，还有馄饨，再来呢就是这个是蜂蜜水，然后还有饼干，因为胖妞现在减肥嘛，所以不能吃太多，所以这是多利多汁，然后还有甜点的部分，这是地瓜，然后还有一个果冻，四个果冻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动吧。好，那我第一次拍这个影片，如果有拍不好的地方就请见谅咯。然后我们现在吃这个 QQ 的面，因为胖妞最近在减肥，很久没有吃这种东西了，然后我要尽量又熟一点，不然会喷到耳机，这耳机是我妈的。有点微微辣辣的，我们来吃馄饨。来吃看看面，来吃蛋。这是水煮蛋，再来我们来吃多利多汁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个了，然后我限制我自己不能吃太多，今天会吃是为了拍影片哦。第二片，是多利多汁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再来吃几口面，
刚刚掉下去的多利多汁。我们来喝汤，有蛋黄。再吃一个馄饨，哇，辣辣的，这拍影片应该是我最爽的一天了，杏鲍菇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先喝一口蜂蜜水。来吃冰地瓜，哇，这是我前天蒸的，没味道。再来，我们来吃这个果冻，橘肉果冻，然后这是荔枝口味的。OK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胖妞新尝试的 ASMR 这个影片。如果喜欢看这种影片，可以在底下跟胖妞留言，然后想要看胖妞吃什么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那如果有什么想看的影片主题或内容，都可以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，或是到我粉专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